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莱蓉高铁。莱蓉高铁是山东胶东半岛南部的一条重要铁路，它西起青岛莱西市，东至威海荣城市，一共途经七个站点。它从莱西站出发，向东经烟台莱阳市海阳市、威海的乳山市文登区，东至荣城站，全程192.814公里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，总投资297亿元。各位乘客，列车已经出发，首发莱西站，这是莱蓉铁路的起点站。下一站是莱阳丁字湾站，请下车的朋友做好准备。莱阳丁字湾站到了，请下车的朋友准备行李下车。下一站，海阳站。海阳站马上就要到了，请下车的朋友做好准备。本次停车2分钟。下一站乳山南站，请下车的朋友做好准备。乳山南站就要到了，请下车的朋友做好准备。下一站威海南海站。威海南海站就要到了，请下车的朋友准备好准备。下一站是文登南站，请下车的朋友做好准备。文登南站到了，请朋友们下车。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荣城站。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荣城站到了，感谢您的一路陪伴，经过了一段惊险的旅程，下次旅行再见。